也能办好。来，大家好，拜托你先下一条小姐哈，来能办好。来，阿姨啊，要结婚吗？准备结婚嘛哈，来包鱼能办好来，来谢谢，来包鱼两百块来。来。不用看大家什么样子，但是你们都来包鱼能办好，两百块。来，拜托上开。其他是马龙和陈太武，还有谁没拿的？来包邮两百块来，来挂票的包邮，个人没挂的吧？全部个人的啊，别的不要哈。包邮两百块，三包四包来的包邮来，三个都几位吗？来包邮两百块。可靠交通车和助理帮我调枯酒跟水。来包邮两百块来，最后一个客人。有了，都拿到了哦。来，拜托一下。来包邮过来，后面点啊。阿姨啊，你考几个？这边几分那个？买了买了买了，那在一边坐。哎，我一边有黄玉，一边我那边送你。来，阿公的假第二份了。来，今天嘛，家里要备十块啊，至少出来啦。那个讲啊，我预备三百二三天几啊时啊。来啦，你起来啊，你开三班两百块，我血管漏了两百块。很大块，如果放我被鬼用，咱这个米家都缺了，我今天做一个，是啊是啊是啊，很大。来我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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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卖给我谁啊？不要缺啊，符合两百块了，两百里面了。来，第二个很大块啊，快过来，过来，最好第二个来。来，下一个给我。我那个我啊，不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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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会抓我。我还有工作啊，这个黄衣服的，大家都看来，快讲啊，这东西熬的熬各位中秋。八月七块出来物件，即摆拢先互你食。所以白酒知影，阿爸足贵哦，而且这是大牌子做的哦。这个多少啊？这个两只三百二，很便宜。来，五个价啊，鸭肉串啊，这一包有八串，一串要卖你多少？一串卖你不要五十了，卖你四十价好了，不敢讲，就一个得掉啊。八串买三鱼，六个价开三百，两百块啊都，两百块的鸭肉串。不是这，不是这包被菜没两包，一包在涨，来两包放来。两百块哦，阿爸。鸭肉串两百块了，两包哦，不是一包哦，来一包，我送你一包来，两百块了。两百找你。品源堂的啦，我卖公阿姐啦，白醋，你看白醋的怎样啊？两百块啊。少吧，好不好？这个黄玉的送的黄玉。因为后过中秋你不用去人客人，没有季节，这一包外公的，你两百块就够少啊，两包给你了。鸭肉串的鸭肉很贵哦，而且品源堂的品质很好哦。来，两百块多了了哈，冷大过来。这边人搞三包，我是高兴。这边是鸭肉串的，两百，我给你们算的。一串这样一包才一百哦。来，鸭肉串多了了哈。我最近很快慢上网，你改用手机啊，上去查，看看是不是。来，业务员，有。鱿鱼还有吗？鱿鱼个做出来，搭配那新产品，可能会搭配新产品都要出来了。哦，阿南养的那边有，阿南有。啊，你那里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南洋沙爹牛肉最后一份了，两百六。没有了，被小姐不要对了，也不会问嘛，那就。来，吃鱿鱼来来，大家分别先吃，恁个块来三百块，三百块来看好啊，大家啊，来两家你来。来三千里啊！来四千里啊！来我，我狂卖这三百了，加技能三七加，你有等于三，有等于差了，我来搞了，来两百块的，两百块来一人一份票了，大家来吗？来两百了，阿强那个看看了，现在上票的，不谢谢公公与太太，来两百块了，鱿鱼还有吗？那个，好，再拉一下，来鱿鱼两百块了，来两百块了，来两百了，五百五。哎，这个是我的啊！来来来来，两百嘞，两百嘞，进来进来。鱿鱼两百块来，感谢兄弟，感谢兄弟。来，爸爸找你。来，进来来，两百块哥，来两百块来。好，徐哥，感谢来，感谢兄弟。来，再来，再去，再去，漂亮的，再去又来两百块来。来，赶快啊！没有加大鱿鱼的，等我一下哈。来，两百块。来，两百，两百，两百。不用心，先得我拢会先为大家先得。哦，来两百块来来，今日三阿的关注。哎呀，这大家，大家有气啊！哦，来两百块，来多关注吧。来两百块，都买到了吗？来鱿鱼两百块来，阿根廷鱿鱼蓝尾，来两百，五、四、三、两、幺，有了哈，来两百块。
南无啦，唔是南无啦，南无方便啊，南无法贵。哎，来，阿英哥要爱啥来？来，食较好诶，来，食这下酒菜。这家奇怪，你等我来饮呢。公司讲卖饮，饮要饮，这饮有人动作去那个下去。本来这里有三个字叫下酒菜，华大标示在后面啊。这哪一天做的很重要，我正起我把你捞捞，把你包起来，我不要饮。这是王品集团，王品，那叫你是王品啊，叫王记啦。哎呀，搞不会了，王记也是大牌子，不是王品，王品是假不假？哎，牌子，王记啦啊，很好吃。一盒要卖多少钱？市价要85块了。哎呀，这个我专聊哦，有鸭胗，有猪大肠，还有啥？还有猪耳朵，还有海胆，还有豆花五行。这就是上得赞的啊。我刚刚去三行的，赢人一对呀，来有个价200块，一盒都有，两盒就170了，买三盒200。对。你来这呢，一个钱买了200块，啊，这片都送你啦，来啦，200块去啦。来200块。王记的综合卤味哈，很好吃哈，来200块去，来200块来，真正好吃啊。我今天食起来，你先来吐。来200块啊。但是后头吼，买回就无啊哈。来200块，有我赶快买，你再谢我两斤。来200块来，有这几斤，来200块。我阿条，你去吃，对不对？大哥姐，上面花的，上面有花没？有啊哈。来，跟我拿下来哦。来200块，最后一位了，没有了。最后几位啊？来200块。宝贝鸡有没有？有啊。哎呀，我比较瘦啊，你不能喝了哦。200，你不能大哥会吗？宝贝鸡没啊？我被鸡卖完了，那个跟鲍鱼鸡没关系啊，鲍鱼鸡嘛不管用。气价两个浪费了，两条大头100块，还100块。一条百多钱？你吃得了吗？哎，你吃得了？大哥来，大哥来。你吃得了？今天这个价，今天这个价，来吃大包最好。哎，100块最好几年了？那旁边的气价吃大包，来小姐要了。后面那位戴墨镜的小姐，没有价，请价，我收退，退休去那位三。那个米大，切蛮大。我买一瓶米大，那直接没人告诉我。对，叫起来嘛。包的东西那边。啊，你不喜欢我收的旁。啊。加了比较香啊。哦，用我收的。嗯。这台就包的东西也可以。哦，来，我按包包好了没？包好了。包好了，挂了两瓶。哎，先退了，把车出来。先出来。来，我们讲帝王蟹到了200块，我们。200块了，来四斤六斤，来最低高斤来10斤，来12斤再上2斤，中间14斤啊，超欢喜来，来200，这样呢贴边给他们做，就会讲。两块包在一起吗？来200块了，帝王蟹都上了，来3斤4斤，来5斤来6斤，来7斤8斤，来9斤10斤，12斤14斤，来200块。来200块啊。去哪里看是15只啊？哎呀，你真正空空的，人卖300，我卖200呢。3只哦，来，你的做工啊，你给我买，我这唔捌咧卖300的啦，你空眼卖哦。来200来12只来，12只好加三块龙啊，你家等你家头看，不要等钱啊，对啊，一起来。来6只来，来8只来。10斤了，你还做面他快点，你领不了一个。来12斤来，17斤来了，来200块，我龙眼了嘛，不帅。来200块，对，200块，公安就赔了路。一斤两斤，来10斤来，12斤。来200块，来不来？你两百不给我呀？来200块，还200块，帝王蟹放了哈，好谢谢。来黄金鸡来。阿姜阿排来，我呢？准备了，过了啊！来，买多一些，准备呈现啊，准备呈现而已啊。准备一下，看一下的哦，哈，没有好放一下啊。你带来，帮山大哥，谢谢你。我们这来老啊，不，你这是正在服务。
有也可以的。可以啊，等一下。哪个家鲍鱼鸡黄金鸡来三盘，第二个五花蒜头鲍鱼啊，五个，他给我摆啊，看他有几只，看过来。五花一条五块几块。小鱼全部都上了。没拍头，没听清白事。哦，干嘛写的？姓张的娘，我多写来，一只没三百，第二个五黄金鲍鱼鸡，超大只的。来，你要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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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要买啊，这个。六只呢？钱一百块呢啊！这大车一定要伊要我啊，给钱给我拼了，给了钱的呢，这样几只？两百块都。两百啊！好，你再给两百块，其他几只啊？好，你再过来，咱们给两百啊。我给的啊，你来不要笑的说啊，来两百块。两百多了。你不要笑啊，很骄傲欢迎啊，来给，包给两百了。像这边就切了整点啦，又要落雨，来啦，准备好鸡球呀，我来面来做。这三只鸡吗？三只鸡吗？哦，对，来鸡球，对了。啊，鸡球能。来，这两只啊，哎，这个无，这个无分的吼。无分。伊拢搞刺激的，伊面面都伊个知影，伊拢搞刺激。来，这个准备一下来，来要吃咸猪吧，都吃无咩就歹势。来，两百块我都。两块两二啊，我卖两百，这地方没多少钱哩。来，两百好用，这两好用，差多只，两百嘞。阿姐，你搁那啥？阿搞工嘞？阿是我卖你有价，你来工。这两块两百两块七，这地方你来两百块钱二百，一个给三块，一个三块嘛，来两百。先收到200块，都买到了哈。好，谢谢。来，阿妹吃可以来，不用买一千，不用买八百了，来两百好了。大哥，你是要这个吗？是的。还是一口香木鸡？要两百。来，我发过来。两块来，三块。不要这样。来，我吃鲑鱼来，我发过来。叫姐妹来鲑鱼，我发。来，再跟你们吃鲑鱼，免烦恼，钱我花，我不要你烦恼。来，鲑鱼我发过来。来，500块，赶快哦。还是这种鸡块。来，这片带回家来，四片。来，我发过来。一千来，两份。鲑鱼啊。哎呀，无办少只，但七点过你来，我包好了五片呐，大块动作设计你啦。500块，五百块啦，贵，我包了，贵太紧了，贵500块，我全部干只贵啊，你那边吃了太紧了。来，你给我。4片500买不到了，再送一片，五片给你，来，我包好了。哎，500块啊。不够有趣的啊，漂亮不？来，我包了，来，三条细腿，来，我包你，来，我包了，贵，都拿到了吗？因为找到一下这真空包，以后保存久一点，来500块对了哈。鲑鱼好了，谢谢你们。来，阿伯哥吃下。刚采完那边来下八个几道来，下半回下八个几半。来回来成交还是亏了300块啊？阿姨别招着，阿姨怕的。没上班啊？我讲一下啦，我一五要成交了，几道？我到不了，没几道，到不了，靠压吧。再便宜给一个，十块我嘛，刚刚十几块，但你这成都来玩车便宜个，来啦，还便宜大只哦，对啦，哎呀，我嫌你一粒老嫩啊，我刚请我吃饭，哦，搁加老嫩，搁买水，阿爸说讲我年纪大了点，来春节啊，免300，你阿个都，一个客人吃下了，没有虾子了，最便宜好了，收起来了，收起来了，最后有虾子了，好，谢谢你们。来，三只鸡有人点哦。三只鸡都给我了。三只鸡有人点。来，我一下班哈，真正好点。几位拢发500，今天免500，来300块我都。我一下班来300块。没有了哈，不然我这朋友拢叫我寄台包哈。老尾只来300块来，我一下班三百，无嘛叫结束了。300块，300块有无？有要叫我一下班无？你看无有点？无定啦。奶奶等着抓药要赔了，老的借来300，我一下班哎，没有人拿钱，这好东西呢。来300块给我们小黄，这个物件你有钱还是这个对的？你刚刚吃的啊，这两块放在那400块，来啦，这盘你都吃，旁边放旁边先，来500块，来400块，来300块，悄悄的来，我一下班300块。来300块，有这个人民币。激动，激动！来380，他们是激动了。好到了！哇，你好伤心，来380，有一下八百票价。我爸花了这么几块，一起没我爸，来380。好到没有人。1、2、3，就3个客人。好，点几个？好
来三百喽！来啦，我你三个要买欢喜啦，吃过瘾。用汤的，用这个，真正好吃的，来三百块嘞。这个有没有？有三百。来三百块嘞。有四千块。春节呀，来三百块，我一下班，三百块，阿金在聊一下。给这好东西，大哥你要一份吗？谢谢你。哦，给下蛋，给下蛋来，来啊，来吃鸡来。来，要吃骰子鸡的动作快了，什么出招啊？来个价三百块来，三百块骰子鸡三百，三百，三百，一包一百块钱啊！基本包里面五百，来三百六，三百块来骰子鸡好吃，来三百块来骰子鸡三百块，来我给你这个一盒香酥鸡买的一三百，两包而已来三百块。哦，这个都是同牌子的，只是口味不太一样而已。超好吃的来沙发，都喝掉。这价格一点都不重要，就来沙发，两包哦，几包哦，来三百块，都准备了嘞。都有了吗？三百块，三八五，四三两三，感谢各位来弄哦，来收各位了。来沙发，过来，这两啊，分两包了，分两包了。来主持人了，阿主持人来。来来来来来来，沙发过来，这边来，这边姐妹来沙发嘞，弄一下哈，刚刚买到了哈，好，谢谢你们。来，拿上来，他不给你们，就不给你们。来，两百，两百，两百，三百，合了，哎呀，拿上，拿到了，拿到两百块了，拿包了，来四包了，来我来两包了，来两包了。这小毛豆他给你来的，把皮给捞。Hello。哎呀，那毛豆，这毛豆子好多块呢。来，毛豆两百块。两百块。来，这样给两百。两百块比较好些，这熟毛豆啊。哎，两百块，这样给来。两百块。健康食品呢？小家庭买价回来七百六，一百块来好吃些。两包一公斤，一包八百块，七包个钱来，七包块。一百块来毛豆，好七百六。今天两只啊，两只啊，你要不要多要嘞？别别两只啊，来一百六，一百块来了，大包最好春节两只，毛豆一百六，一百块多了吗？毛豆七百块，龙虎啊，黑蓝谢谢。来，阿妹姐姐，大雪山哦，好来，不用路上了哈。停车上面进来三包，还有多少七八斤？还有多少公斤五百？需要多少人？一公斤哦，一千一千块五十公克，差不多一公斤了。需要的拿去吧，拿三百的，留在这边，拿回去。三百块，留三百块，个人就好。都留给你了，帮忙留一包给你。来了，现在来。来个小龙姐，来三百块的。真皮包呀，对，来，到我这里啊。有啊，他都有被鬼啊，你使劲喊名。来，你要吃龙血鱼三百，我看没三百几啊个。变好笑，不要玩这样，要吃生煎鲍鱼，明天两百块来不？两百嘞？赶紧提钱，唔好用手臂，用手臂就得了。我知。最后两个人给了两百块。咸猪肉吗？我尝一下。大啦，只要送啊，两百块啦。两百块哦。最后一位喽，大家只要来成功，两百块无啊。二来要吃红烧牛腩，来多利鱼来，后面吃两大嘞，啊，白鸭骨啊，你袂着贵。来红烧牛腩三百，一人摕两包等于只啊，我看没三百啊，两包鸡鸭肉，两包的两百块来，这红烧牛腩来两百块来。哎，老师，你给他加热吼，白粉卡来，他喜欢来，对他加热牛肉做饭炒面，三百块，两百块来，两百块，弄过来嘞，弄准备了哈，哎，准备了哈，牛腩红烧。你几卖价格？都七百多了，一百块了。红烧牛腩七百多了。打回来，打回来，我再弄，我点开这个冷包。哦，先拿几块，这个情况吗？对吧，你啊？那七百多的，差不多。来后五月来，五这真彩啊，这几年。包括我要咸猪肉。好，咸猪肉。耶，你刚才收起了。对，你刚才收起了咸猪肉。老子想多利鱼，一包两包，多利鱼拢无啊？一斤拢无啊？两三包这样，一包一公斤，拢两三百块。都是一百块啊，都一百块嘞，三包嘞，多利鱼一百块，一公斤装哦。来，一百块，起来，你有几包？两
你唔看什么鱼啦？玻璃鱼，这全部都取得过啊！这完全拢无。你煎要炊要煮汤好食。煮袂做用的。你三包拢要买啦，伊还无我啦。这个啊，伊还无。两包我得，无阿多你有没有？来两百块。你的正常啊，这是阮国小的老师，我看到你了，表示你了，欢喜得了。包六十几块，唔通几人来买鱼呢？哎，阿哥要吃哪位来？多一点，等一下来，等一下来，等一下两百块来，两百块来，多些哈，来两袋两百来，三袋两百来，来一百块，你吃蛤蟆哦，你吃蛤蟆，蓝色的穿上去哈，来蓝色的穿上去，来跟几百两百来，这袋多，这三袋两百，你这样随便说来两百块来，来这袋多来两百块，先出了两百块，来几百两百块啊，来几百两百块都来，这袋两百，三袋你来两百块，还有袋哈。我哋来要做，要蒸要烘要炒拢会生。两百块要挨只准备来，等下唔是要搞要蒸二百啊？系啊，动作较大，我蒸做要做。来两百块蒸二百拢来哈。好，来谢谢。来蛤蟆白白来看鱿鱼哈。来爱吃蛤蟆，来去点毛鱼啦。最真啊，来蛤蟆安哦，再大点话要看两三两哦。好又好诶，要吃较白，来免一百九十八十五十七十。这个邀请要我加点来二十块我都。蛤蟆二十块了，要吃还没有？我要吃蛮多的，来蛤蟆二十块，二十块，大家拢会使赚钱啊哈，大家拢会使赚钱吼，有只蛤蟆活的，我有人大家买过，来二十块的，二十块的，啊，白个少年的，我带你一个恁拢嘛无搞，讲伊要吃哪会，啊，点点啊坐你个。来我买两份啦。好啦，你来等下啦，哎呦，你有点悬，你要买两份。一个台湾正宗啊，买个啊，会使啦。真的，哎，是啊，买啊，咱啊六个人买啊，好头条，我咪做好大六个对啦。来，这大个包六个啊。哎，这大个包六个。我没有。来，阿你吃西里烤肠，来来，好来，西里烤肠来，好。啊，你今天要关庙来？我知咯。笨蛋，你先买。是关庙，伊有跟正面在卖面啊。阿德都不往外供，来，阿你买价格，来来，有伊输过来搞供过来，我食菜头都成交了吼，无阿爸吼，啊，几个有啊？没有了吼，来，你三百，我叫条，来，两百，两百好，小一块，来，两百好，我都好好收钱啊，再大个啊，这两百好，根本成交不进啊，还是要留来收了你的。来两百块来，来学一块刀，越来越大块的切片。来两百两百斤的肉片，就多少？来再烤多两百，来两百块啊！来学一块刀两百块。用车嘛，车条。来两百块。规矩的，你两百块还是可以收的，对吧？来这两块来两百块先烤多两百。两百块啊，做你啊！两百五四三二一，来三百六，对啊，阿哥酱。包台啊，恁两个买啊，差不多一半，再包买买好不好？来一百块。来一百。那公安局还在不在？没有。哎，来公安局。我也怕哦。来，你吃蛋蛋里头的鱼啊？不可能是吧？够月亮虾饼了，包好了。打鱼啊！我们打鱼的。还要什么非典菜啊？这个很久了。哎，这个很久了。来过很久了，我很久了，这规盘来，还几千。